刚果金当地时间12月10号上午，中国第24批赴刚果金维和医疗分队圆满通过联合国装备核查，所有项目全部达到联合国核查标准。此次核查，联合国驻刚果金稳定特派团派出7人组成的核查小组，对中国二级医院的主装备、自我维持装备和个人装备3大项15类装备进行核查，涉及医疗、车辆、通信、防卫、仓储和后勤等全方面内容，共计1000余件装备设施。在对工兵和医疗2支分队的核查中，核查官采用分队装备核查电子数据采录系统拍照取证、扫描装备二维码和现场询问等方式，详细核查评估了各类装备的质量、数量、维护保养情况和运行状态，以此确认维和分队是否具有相应的执行任务能力。这是中国第24批赴刚果金维和部队的首次装备核查，也标志着第24批赴刚果金维和部队的工兵和医疗2支分队以优异成绩全部通过首次联合国装备核查。